有一只哇，那个是大象的进化型吗？破坏。哦，这家伙变坏了，收集许愿星。大王铜像，哇，变成铜像了。胆小虫30级就进化了，它好像也会变很大只耶。哦，哎，哦哦哦，这家伙变坏人了。哎，怎么多啊？小红马哦，还没进化，一招戳到底就对了。噔噔噔噔，啊，为什么要阻挠我？匹克选手。嗯，你要哦，原来这个是会长的铜像哦。啊，在海年幼时候看上你这个孤独的孩子。或者让你发展天资，我资助你上训练家学校。哦，他是孤儿，算是孤儿吗？孤独的孩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孤儿。这选手不配参加比赛，你回全关市去吧。超惊讶的。抓走，抓走！哇，这好像小朋友涂鸦哦。哦，裂开了！啊，里面有东西！里面是那两个神兽，剑盾神兽吗？以前人都不会就是探测遗迹吗？他这边里面那么空旷，应该用什么音波应该可以听得到吧。剑跟盾。英雄有两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剑是宝可梦，盾也是宝可梦。我不能两个都选。噔噔噔噔，五之阵，哦，哇，这个是森林。跟森林共存的城镇欸，各种发光蘑菇，那这应该就是草系了吧。好，来看一下妖精道馆，这里没路了欸，这个是森林的深处，没有其他路线了。欸，玛丽，她也打完了吗？真的是傲娇欸，送我一张联盟卡片。傲娇玛丽。妖精妖精。咦，欸，那你道馆长要退休了，他要选下一任馆主欸。对战，然后解谜。哦，这边要做什么呢？究竟是不是能当上这个妖精的馆主呢？诶，他变成考官耶，为什么这边对战头发都跟他有点像？
给你读。本枪枪，妖精的弱点是什么？毒。哎，两个都是啊，毒跟钢，怎么选都是啊。恶龙，恶龙不能打可爱的可爱的萌物。龙原来萌可爱的东西吗？好，我觉得会不会对战角色都长得一样啊？对战选手都一样，真的都一样。你们根本是双胞胎吧？芳香精，刚刚啊，刚刚可喜可贺。等一下，刚刚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完全没看欸，他叫可喜还是可贺？可喜吧，可喜可贺。都不是，不能选。我猜可喜好了，对吗？哎，错了，他叫可贺哦。那、no, 错了会怎么样？啊，错了我会减速，什么道理？还要记名字？我来不及了，我选下去了。好，这个叫千阳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好，下一位。一定又长得一样。这一题是每天早餐都吃什么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这个问题不合理吧？红牡丹，谁知道啊？谁知道？谁想知道你要吃什么？问题真的是越来越随便了。解决了吗？还有吗？没了。哎，咖喱欧姆蛋还不错哎。它是。波普拉，啊，双蛋瓦斯，等一下，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火车头的双蛋瓦斯，啊，他是妖精系的哦，为什么？这个，欸，他的胡子，他有胡子哎，好，好好笑啊，变成胡子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妖精加毒系吗？好，哎，还要猜题？嗯，我的绰号是什么？魔术师吧？答对了，又加能力了耶！感觉是相反属性哎，毒妖，这也是妖？我记得这不是钢系吗？哦哦哦，解决了，好，他特防好像蛮低的。咦，那个表情好可爱哦，他好胖哦，来了，双奶仙，他喜欢颜色的是粉红色吧？很多妖精系了，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哦，我选错了，是紫色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秒杀他吧。现在都选下面欸，来了，来看这个鲜奶的集聚化，哇，大鬼鬼超圆啊，他是不是也是超集聚化呢？玩心大发，来了来了，哇，蛋糕超集聚化，哇，下面多一连串的蛋糕，四层蛋糕，双奶仙，哇，这个蛋糕也太高了吧！这个好像那个结婚蛋糕啊，哇、哦，蛋糕要染上毒了，点点粉红色瞧瞧吧，超级巨幸福圆满，这个什么招式？
哇！炸！哇，蛋糕爆炸了物，超级巨化！那可是我们也可以超级巨化吗？我们自己的鲜奶也可以长这样吗？有了，右下角拼好了。等等，哦，他想要去一趟全光室，好啊，还可以拒绝。哦，他是希望别人以粉红色哦，然后他自己是喜欢紫色。哦，好，要让给他。啊，太好了！好，他要去告白了。搬家准备怎么样呢？啊，明天就要搬家了。啊，是萤火虫。不能收下他、啊。就算我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就算我们分隔两地，感觉要很散了。啊！我会一直等你，等你捉到萤火虫的。啊！哇！我被闪瞎啦，在旁边看闪瞎眼了。之前有遇过，好像是遇到敌人的宝可梦。嗯，这个嘛，哦，来了。这个孩子有没有好好反省呢？啊？不会吧？他喜欢，他该不会变成妖精系道馆吧？他不会变馆长吧？啊！来场道馆任务吧。哇哇，奶奶，粉红粉红，他不是紫色吗？好可怕、哦、这个奶奶好可怕、哦、他要被奶奶抓走了。跟我来吧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带走了，会不会下一次他就变馆长了？应该会哦，变馆主了。好，这样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是可以打道馆的吗？我们既然这边，哎、欸、不对啊，这是第八道馆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他说去战技竞技场进行挑战，这边。哦，这里啦，战进阵哦，战进阵，我也是竞技场。好、哦，要对战了吗？又来了，到底有没有斩尽呢 ？OK， 啊，它是二系哦，没有草系哦，它不是树吗？没有草系哦，哇、哦！太古达人，会，哎呦，会很痛哇！这个是二系的，哎，他是不是穿丁字裤啊？那个算是不是算丁字裤？哎呦，那个前面有一个洞，那边怎么有一只虫啊？那什么虫？有一只虫爬出来了。修长之脚，这个虫到底是怎么样嘞？这个是要……
诶，它还是不是虫，它是一个一个小只的合在一起，一个小只小只的排在一起啊。这个是怎么样？耶，诶，列阵兵哦，它原来是小兵哦，列阵兵。这是虫还是什么？全部排在一起，然后他其实是拿了盾牌啦，这个好像波斯战士还是什么的。这个他会是什么系呢？虫系吗？感觉不像虫，来一个鬼系。哎啊，这可以抓哈、啊，来不及了，后面还有一只。来不及了，想到要抓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哇，再会啦！有啦，后面还有一只啊。丽莎跟丽莎一起露营。哎呦，他好多，哎，他好多那个伊布哦。哇，哎，这边好多人哦。哇，他有七属性伊布吗？哎，伊布哎。雷，你叫雷雷啊？那有其他叫什么？月月吗？月镜会叫月月吗？哎、欸，来了，水，你会叫水水吗？水灵，叫水灵。看一下，你会叫小黑？哎、欸，这原来是叫小黑哦，不是月月吗？小黑，可爱。夜精灵好像啊，有夜精灵诶，也有冰精灵，小田竹。哎、欸，普通伊布叫什么？布布，我叫布布。哎、欸，冰精灵冰冰。那火精灵应该叫火火吧？来，火火。会猜对吗？啊，那个夜精灵好远哦。骚骚，猜错了，你叫骚骚啊？看来很骚哦。我们要选夜夜，夜夜来，到底能不能猜对名字？夜夜，我终于猜对了，终于找到他的命名的规则了。夜夜，他为什么不是月月？很想那个黑的应该要叫月月。哎，要进化了！原来四星是荧光剂料理哦，还没有煮出来过。有了，可爱。他的眼睛里面不是圆的耶，他眼睛好像还长了耳朵，眼睛不是椭圆形的，眼白的部分啊。提布利姆，好，来到新城镇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有一个。很像雪人的东西在地上，哇！这是雪国的城镇呢。哦，这个道馆应该就是冰系了吧？这个雪白，哎、欸，这该不会是？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哦，雪白。哎、欸，突然有事件发生，啊，他输掉了。哦，刚才要50级，诶，那我们打完这个道馆应该可以。哦，这边是岩石系的属性诶。岩石系的马瓜，他是马瓜。你是麻瓜吗？岩石系的话，那还是拍大葱鸭。